谢谢谢谢。是，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第一次了。对，第三回了。哎，好几次来到这个天津卫视相声春晚，特别的高兴，特别的激动。是，其实呢，在这个舞台演出啊，不好演。怎么不好演呀？有难度。您说说。有难度，大家的心态不一样，我们的心态也有变化。哦，互相都有变化。那当然了，就比如说后边这些观众怎么样？等着笑我的包袱。哦，笑你的包袱。哎，而师兄弟们怎么样？等着笑话我的包袱。这憋着瞧你笑话呢。那心态不一样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等着师兄弟们怎么笑话我的包袱。好家伙，好难啊。是难。我这些年我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。哦，不光心态吧，看这意思。有变化，有变化。嗯，哎，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说第一年我来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，觉得没事没关系。怎么呢？咱们俩最红啊。哦，咱俩最火呀。是是是，咱俩说什么大家都应该能够乐，观众爱听，不怕，有自信。是是是。第二年坏了。怎么就坏了？我们单位火了一大片。哦，火了不少人。啊，哟呵，我天都塌了，各位。哇，您这天这么快就塌了？他们不能红啊，他们不能火呀。人家凭什么不能红啊？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，我看自己的播放量啊，我一搜岳云鹏播放量差不多5000万。可以了，你还可以吧？啊，张某雷，干嘛还张某雷呀？你直接说出来不好吗？我不说。哎，这好，我不想让他再红。张某雷，记字儿啊。点击量1亿，人家多火呀！我天塌了，各位。啊，您这天太低了也。我赶紧啊进粉丝群，让我的粉丝帮我刷短视频，您等会儿播放量，您等会儿。咱们公司规定啊，演员不能进粉丝群。怎么了？你在乎那个？我在乎。你在乎那个？小号啊。哦，还有小号呢。你没有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小号，让我媳妇把我拉进群。怎么还有你媳妇呢？我媳妇群主啊。改家庭群了，你看了吗？把我拉进群。在群里。还发语音呢？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生怕人家不知道是他。这文字被截图，到时候一爆，咱多丢人。是是是，那这小号有什么用啊？你发语音，你给我滚啊！一没词儿就这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帮我刷刷短视频的播放量好吗？哎呀，爱你们哟！嚯，哎，好了，蹭蹭的往上涨。好，非法竞争这叫。来来来来，说您，粉丝的力量是强大的。是是是是是，接着搜。啊，接着搜，我再搜，嘿，某麒麟，这你，郭某林，郭其某，你就是少东家就完了，哎，某麒麟，播放量2亿，人家火呀，他那年参加综艺多呀，电视剧也好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这都受不了，各位，我的天，啊，你的天也塌了，您光天塌呀，您地不漏啊。啊，你管人地漏干什么？废话，你这怎么光天塌？不像，不要提漏这个词儿，好吗？好好好，不要提，不要提，是是，也疼着了现在。是是是，你也记这个啊？你记记口不好吗？光记字儿干嘛？到哪儿了？母麒麟，母麒麟，对对，那我得进群啊！啊，是啊，又进群？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好好好，朋友们，帮我刷刷短视频播放量好吗？爱你们哟。是，没发现没发出去？怎么呢？把我屏蔽了，不，你媳妇退群了，可能是，可能是，可能是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哎，那年，嗯，我潜心研究相声，啊，努力了，努力了，嗯，大家都火，咱也得努力啊，是是是，那年天津相声春晚，嗯，马克奇上热搜了，记得吗？你努力了，马克奇上热搜了，这叫人话吗？这个，啊，你努力是马克奇努力了，啊。共同努力，就是您那，就是您努完了以后，您那作品把马克奇带火了，知道吗？好家伙，行，说不清楚话，这玩意儿。转过年了，又发现，嘿，怎么呢？又火了一大片。是，这不都火，这锅底都火了，就连烧饼都火了。这就连就连烧饼都火了。您这话说有问题。怎么了？什么叫就连呀？人烧饼凭什么不能火呀？烧饼在我眼里就是个弱智啊，他怎么能红呢？不是您这话有点损了，这怎么能红呢？你真行，你不说他
什么心态？某贺堂，某什么贤，都是某啊，都火了，憋着某人家呢。微博转评赞比我多呀，那人家火，人长得好看的还，转评赞比我多，我受得了吗？我的天，又塌了，哦，天就没力气了我。你甭说他啊，就连我徒弟，你徒弟谁呀？刘晓婷。哎，这怎么没某字啊？你甭管，那是我徒弟。哎，这还真疼自己徒弟。嗯、刘晓婷，嗯，微博转评赞比我多，人家火，我受不了啊。哦，徒弟火都不行。我不行，我天塌了，哎啊、我天塌了，把我另外一个徒弟、嗯、某局叫过来。你上局不说了，他还差点。哦，也分啊，局仔。徐仔，你看这个数据，嗯，你师哥转评赞比我多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想活了，宝贝儿，我不想活了。嚯、哦，交代遗嘱了，师傅，小了，不、哦、跟你一模一样。这说话这劲头啊，小了，小了。说你什么小了？伤口小了是怎么着？长上了？怎么什么叫师傅就小了？心眼小了。本身你心眼都不大，听这话心眼小了、嗯、我师哥红对你有好处。这有什么好处？你想啊，他赚了钱将来能孝敬您、嗯、对不对？哦，再说了，我师爷那么多徒弟，好几个红的，我师爷沮丧过吗、啊、我师爷难受过吗？没有，我师爷还想办法让其他徒弟都红啊。对呀，这是一个师父应该干的事啊。是，您得想办法让其他徒弟也红啊。哎呀，你看人小菊说这话，你给我死去。哎，我火一个徒弟我都受不了，我火俩我不得死去吗？啊，什么心态呀、啊？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些年我的心态逐渐的有了些变化。是，越变越坏。不行啊，我得找找原因的，自己。你好好找找原因吧。为什么越来越不红了呢？对呀，就你这心态红不了。我的曲线啊，各位。什么？我的曲线？您怎么还有曲线呢？啊，不是那种曲线。就是我红的那个曲线。您什么？你红曲线什么样？我瞧瞧。比如说从2010年开始啊，我是这样。哦，这平稳。1，1，2。哎呦嚯！1，3。哎呦嚯！爬坡。1，4。哎呦嚯！1，5。呦呦呦！1，6。呦嚯！怎么上去了啊？1，7。哎呦！1，8。嚯！1，9。哎呀呀呀！2，0。嚯！2，1。哎呀！22，这就埋了啊！完了，嗯，我曲线是这样的，您这就顶峰一下就完了，能不难过吗？您这找找原因吧。赖谁呀、啊？光分析这个没有用。赖你？怎么？哎，你先等会儿。赖你？我有我什么事儿啊？跟你有特别大的关系。措辞一下还得，也怕我当时翻脸是吧？你捧哏不行。不是，不，您别这么说，这不怎么？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在德云社捧哏位置排第几？你说你非得问这问题？你快点，都在这坐好久没人笑了，你快点。没人笑跟我什么关系、啊、那全排第16吧，吉利，听吧。你看还挺谦虚。要六嘛，要顺嘛。排第16。啊，心态有问题。我16都心态有问题。哎，你捧哏差很多，叫我这些师兄弟当中你差很多。我怎么就人家那个捧哏的多棒，人谁高九成。高准能说会唱，人嗓子好，怎么了？朱鹤松啊，捧哏巨匠，周九良捧得恰当。哎呦呦，郎和炎怎么样？那就算了，那个算了，像话。郎和炎跟张鹤伦啊，配合的棒棒，还棒棒还好、哦哎。孙越怎么了？只会养大象。你老，你说多少年这事儿？捧哏很差呀、啊，而且很多作品他都不演呐、啊，各位。我怎么不演啊？他都不演。我怎么不演啊？反气口你演过吗？我演过群的呀，没跟你演。为什么跟我不演？你不像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我不像啊？你尺寸也不好、啊、你对不对？我特别喜欢朱鹤松。你嫁给他。洪阳洞你不会啊，你问我干嘛？你根本就不会。我说演洪阳洞啊，我不会，就是你。你看这不红的原因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到他这儿没关系了，您看了吗？没关系，这个人台上台下不一样。不是，什么叫不一样啊？台上刚才说自己捧哏第16啊，对吧？对啊。台下怎么跟我说的？我你别胡说啊！我台下说什么了？
你别，那人民内部矛盾啊？台下跟我说，我说他跟于谦并列第一，第二是石富宽，这是他的话。谦儿哥怎么这个样子？这会儿赖人家了。真是他怎么能把台上台下不一样？台上是个捧哏的，台下吃瓜群众。我怎么叫吃瓜群众？吃瓜群众，刚才我演了一个包袱啊。嗯，我演了一个包袱。你那哪有包袱？你告诉我。还舔着脸，我演了一个包袱，哪有包袱？我演了，他们都笑了。谁笑了？哪包袱？我听。高九成能说会唱，朱若松捧哏巨匠。嗯。周九良捧得恰当。是。狼个言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包袱。对，当然是包袱了。哦。三番四抖啊。哎呦，很符合逻辑啊。哎呦呵。绝大部分人都笑了，但是这个人跟我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小月，咱们不应该这么演。你这不可乐。你应该这么演。我怎么演？高九成能说会唱，朱鹤松捧哏巨匠，周九良捧得恰当，多好啊！何九华追求漂亮，你应该这么说。我说跟人家追求漂亮有什么关系？他跟我说，你没有吃瓜。不是人家就这点事儿，我就我以为宣传宣传他这个包能响，但你使没使响啊？对不对？我真的以为我写的时候特别开心。我以为能想，您说这能红吗？您让各位琢磨琢磨。但是，您在台上捧哏的时候说的挺好的。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演出的时候，啊，怎么了？我找他，我们在酒店，我说孙老师，以后捧哏能不能模仿朱鹤松？我学他干嘛呢？我们俩彻夜长谈。对呀，你猜他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在深圳的酒店里大嘴巴子撤了我一夜。废话，我也一宿没睡啊。我睡了似的，怎么了？你说这干嘛你？你模仿人家不行吗？我凭什么学他呀？我还有一次在郑州，我找他去了，在酒店，我说孙老师，以后捧哏能不能学一下云杰师哥的发型？我干嘛学？他呢？在郑州的酒店里用河南话骂了我一宿。我这叫入乡随俗，知道吗？废话，我有那发量吗？我有一次在重庆，我让他模仿杨九郎的憨憨，还憨，哎。杨九郎的憨憨，他在重庆灌了我二斤辣椒，我差一点得痔疮啊！各位，你就跟现在没得似的，真行了你！太讨厌，都赖你！我就是我不学别人，我不红都赖你！你甭赖我，岳云鹏，嘿，嘿，瞧着我，嘿，瞧着我，我不敢扒拉你，我都。我跟你说，你甭赖我，这么着，咱俩今儿都说这程度了，今儿咱俩就撕破脸说，知道吗？我是有我的不对。对不对？我有我主观意识的问题，但是问题说话说回来了，你之前因为什么火的？你不记得吗？我因为什么火的？你因为什么火？你不记得吗？因为我自己有能力啊。你别跟你没有关系啊。你有什么能力啊？你是因为什么表演方式火的？你不记得吗？我全国人都知道，淳朴。什么淳朴？要不要脸呀？你就是个便宜。真行，还淳朴，不要脸，知道吗？你这是靠不要脸火的，你不火的原因现在是站台上要脸了。您瞧这个，站台上我现在是角儿了，我是腕儿了，哎呀，我得收一收，要脸了，不火了，知道吗？你得不要脸。刚才他说完，刚才他那一段，大家伙鼓掌了，你们也认为。我应该不要脸是吗？你应该越便宜越好。便宜，要多便宜多便宜。我应该找回2016年那会儿的状态是吗？2016年的物价。你现在别要脸，你要脸观众就不乐。你努力，跟那个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你就把那劲儿都拿出来，站台上你当，你就火了。我还得重新做心理建设。不用，打开心扉。不用建设，在心里一直藏着呢。是吗？对，建好了。把我原来那个状态，台上骚骚的、贱贱的感觉拿出来是吗？骚骚就算了，贱贱。渐行渐远，把我渐渐那感觉重新拿出来吗？对，大家就能乐了吗？能乐，我就能火了吗？能火，
你比他们都强，知道吗？那咱试试吧。您来呀，试试吧。这汤就都火了，好家伙了，好占你都口脸，是不是？对，您来。我好难受，我接下来要演的这段。您没事，坚持住，为了火，咱不能撒汤漏水。我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您来，您来。出剑啊，剑，我剑剑，我要重新剑。对对，剑，鞠躬。开始啊，好。谢谢，又来到天津春晚的。哎呀，你看好多人，我的天！哎呦呦，好家伙！哎呀，你看，哎，火不火？好，来来来，继续。他们都给我鼓掌，我的天哪！是，这么神奇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哎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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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认清自己。包真响了，对，这是包吗？我的妈呀！大家喜欢看这个？继续，继续。好好好，继续之前那个状态。我叫岳云鹏。哎，岳云鹏都不行了。这是我的搭档。是是是，他叫孙越。嘿，哇，真的能红。好，我再模仿一下。我原来我最红的时候，我转圈那个状态。你来一套，你来一套。哎呦，好啊！哎呀，你让各位瞧瞧多好，这个。哎哎。这样我就能红了，哎，你就能糊了。谢谢。嚯嚯，楼上都是人，这么多人呐！我们的票卖得这么好啊！谢谢。嚯，楼上有人，好家伙！一楼、二楼、三楼也有人。好。嗨！为了证明你们的存在，你们把这个手机闪光灯打开了哈，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。你们真的坐得好远好远，嗨，跟坐在山上似的。对，估计你们是真的没有钱。行行行行，怎么不会说话呢？不是，有钱肯定坐前面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么说的，知道吗？哦，什么叫没有钱呀？有钱那叫不富裕。好了好了，我听不到听不到，谢谢这边的朋友。你们好吗？真热情。哎哎哎，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啊！谢谢，谢谢。这边的朋友，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吗？因为整场演出，如果我不过来的话，你们可能看不到我。赖我了，嗯。行了，中间的这帮朋友，你别喊了，你们的位置最好。都是有钱人，嗯。哦，没钱啊，没钱去上面跟人家换一换好吗？好了好了，谢谢。这个我们德云社的这场，这叫师徒父子。对了，就是我跟我师父是师徒。嗯，郭麒麟跟于谦是不是？哎没有，净说实话了。不是不是，我师父跟郭麒麟是父子。哎对对对对，哎，师徒父子。嗯，这场演出奉献给大家。好，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来成都演出。必来。成都的观众非常的热情。对，我们也喜欢这个城市。好啊，每次演出都在这儿，特别的火爆。对，特别好。刚才演了一段打灯谜，嗯，是一段传统的相声，传统节目。郭麒麟还有这个阎鹤祥，大脑袋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嗯，说了很多灯谜啊，什么奥特曼，奥特曼，啊、打一相声演员给打死了。怎么这么恨相声演员呢？哎呀，特别傻的包袱。嗯、那个，您这前面后边都得罪了，知道吗？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嗯，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。哎，该我们俩了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。有头一回来的，
有准有准有，因为有坐得远的看不见的呢，还不是认识跟看不清是俩概念。哦，我叫岳云鹏，一个，谢谢谢谢，他叫孙悦。瞧见了吗？胖是有好处的，最起码远的瞧得清楚，是吧？好好，你好，都喜欢他是不是？那你自己演吧。别，我受不了这刺激。别介，您腕儿多大呀？是不是？您大明星啊您。爱听这个。哎呀，也一般了，一般一般。是一般，听欢呼声就知道一般啊。好了，我知道观众是调侃的意思啊，有没有调侃的意思？问词似的，是怎么的？不是你们这怎么这么难伺候呢？怎么你比他们还难伺候呢？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好好给大家说一回啊。这个相声喜闻乐见，对了，一般都是两个人往这一站，观众朋友们往那一坐听相声。听相声，孙老师啊，有一个大家有一个习惯，听相声什么习惯？容易笑。您不火是有原因的。废话，听相声不是就是笑来了吗？容易笑。但是有没有发现啊？这个笑是有规矩的。您等会儿吧，笑还有什么规矩？那当然了，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您就说这笑脸儿。对，来得快就是恢复的慢。对了。我还真没研究过。我给您做一个表演。表演这笑，比如观众往那一坐听相声。哎呵，这个相声说得好啊。岳云鹏、孙悦，呼，岳云鹏我太喜欢了，这个小伙子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说得又好，口齿又伶俐。你看这个包袱。哎呀。哪儿这么可乐呀？还乐呢？死了？这才回去。我连人都回去了。这才回去。哎呦呦！知道吗？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越来越。您这个有点太夸张了。我觉得这个规矩啊，都是人定的。啊。你这来得快回去快也挺好，来得快回去的也快。不好。好，容易把旁边的观众吓跑喽。吓不跑，都这么落还整齐。再来回。来呵，这个相声说得好啊。岳云鹏，我的天哪，真逗。哟呵，给摁回去了，合适吗？这是吓人了。不合适吧？是，这是规矩。哦，万事万物是一理，是吗？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。都有，咱比如说啊，挠痒痒，快痒痒都有规矩。我发现今天在座的各位啊，一万多人，都痒痒过，对吧？您这话说的，听得真别扭，是吧？都痒痒过，挠过痒痒，也都挠过。对呀，但是大家都挠，大家估计没有发现规律。这挠痒什么规律？以腰为界限，腰以上痒痒了，往下挠。腰以下痒痒了，往上挠。哦，研究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找不着腰。嘿，您这个包袱结构新颖啊！废话，有这么问的吗？这玩意儿，
你别动手。哎，确实没有腰啊。您别瞎动手。以这个腰为界限。哦，这个没研究过。没有研究吧？没有。我给您表演一下。哪有痒痒？比如说脸上痒痒了。谁脸上？是大蚊子啊。哦，就你这脸，大蚊子叮了还。啊，蚊子撑死了。嘿，还挺痒痒。痒痒怎么办？挠吧。挠，我挠的这脸。哦，往下挠，看见了吗？嘿，大哥你别挠，你痒痒吗？你就挠，真有意思。瞧别人痒痒就挠，是吧？哎，往下挠。哦，比如说腿上，又钉一个，呵，拍死。嘿，怎么的？还挺痒痒。这都什么反应？挠挠吧，挠挠呗。我往上挠，看见了吗？哦，往上挠。哎，岳老师。这是规矩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还是那句话，规都是人定的，知道吗？规矩，没有用，你得反过来一样。啊，目的是解痒痒。对呀、啊。怎么挠都行。你上面痒往上挠，下边往下挠啊？不合适。合适。再来一回。您来来。好、啊，又定了啊，痒痒。嘿，还挺痒痒啊。挠啊，来呀、啊，过劲儿了，快，还有这。嘿呼。好。改猴了，这个这都不好看、啊。是是是，比如说腿上，腿上，定了，嘿，挠，快来，嗯，哟呵，太难受，太，这都不好看，不好看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这是规矩。哦，还有什么呀？再比如说啊，你大街上走着呢，后边有人喊你，就这个回身转脑袋，都是有规矩的。哦，就是前面走嘛，后边有人喊啊，你听见以后，这回身转脑袋都规矩。对，什么规矩？先转脑袋，嗯，再转身体。就是先回脑袋，再回身上。对了，我没观察过。没有观察，嗯，咱们两个做一个表演。好啊，我前面走，你后边喊我，嗯，看看我是不是先转脑袋，再转身体。我喊你哈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这就开始。可以可以，我喊你啊，嗯，大傻子。哎，假装没听见啊，假装喊你呢，你才叫大傻子呢！不让我喊你吗？喊我岳云鹏。哦，喊大名啊、嗯。你小名大傻子呀？这就你知道。嗯，哦、喊大名哈、啊。嗯。岳云鹏。回来了，二傻子，去！你这这，你好啊！我不好啊！你也去买药吗？不，治不了。傻子，我还得排在二上，你看到吗？发现了没有？哦，先转脑袋。哦，还真是。再转身体。一听这叫，哎，先回脑袋哈。哎，哎，这规矩变变呢？不能变。先转身上。先转身体啊！再转脑袋。对呀、啊。不好看着呢。好看。再来回。来来来。嗯联盟，嗯，谁呀、啊？我可能叫错了，谁？等会儿我啊。我。这就来了啊！哎，二傻子，这，你干嘛呢？这是自己火化，这是怎么的？这好看吗？这不好看了。哎，这要身上跟这脑袋一块儿转呢，一起转，整齐。哎呦，更难看了。不难看。再来一回。您来了，您来了，岳云鹏。哟，你等会儿我啊。啊，这不。马上就好啊！对，马上清明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太难看了，这个，好家伙！这是规矩，是，不能打破它的规矩。都有规矩。俗话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。哎，是，对不对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您说说。就连说话都是有规矩的。说话有什么规矩啊？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场合，嗯，说出的话来，声音大和声音小。都是有区别的哦，就这大小声还不一样。那当然了，那哪儿声音大呀？声音大呀，嗯、粪管里头。什么？这个粪管啊？
粪管，您的意思是不是厕所呀？怎么说话？什么叫粪管？饭。饭啊。哦，这入口不一样啊。饭管儿。哦，饭管。说出的话来，声音就大。饭管声音就大吗？恨不得嚷嚷起来，恨不得打起来，才显得那么热情，那么开心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不知道吗？没有。咱们两个再做一个表演。表演什么呀？哎，我来这个饭馆的小伙计，嗯，您来这个嫖客，您来这个食客。咱们两个人，咱们两个人合作。您看，我说错了。不，咱们两个。您看我说对不对？我已经道歉了。不是，您我听的是，我来这个嫖客是吧？您来这个小伙计。因为我还有点花冤枉钱了，我有点。怎么着？我不值钱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您那名儿不值钱。小伙计呢？还有这？不是你那么兴奋干什么？废话，就什么叫嫖客？就说这么些年相声，没占过这便宜。饭钱儿，食客。对嘛？对嘛？我直说直纠正嘛。废话，吓我一跳。我来小伙计，您来这个食客。您来店小二。哎。服务员。我服侍您。不收服务费就行，是吧？不是你们这是听相声来了吗？啊？什么不是听啊？我来服务您。啊，你就是我吃饭了，你来招呼我。啊。完，这声音就大嘛。啊。自然而然声音就大起来了。我怎么不觉得呢？不觉得吗？来来，表演一回啊！表演表演，来。各位里边请。这是一饭馆，里边什么都有，嘿。走一走看一看了啊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，里边什么都有，有炒菜，有炸酱面，有炸酱啊，还有面。走一走什么都有。挺好挺好。哎来了先生。来算什么？这是我们的菜单，您随便点随便看，随便看随便点，随便点一点随便看一看，来算什么？来看一看，来。不看菜单。怎么着？不认字吗？你不认字。怎么了？那为什么不看菜单？哎，我吃的简单，我啊，吃点什么？一盘花生米，二条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，够吃的吗？够吃。哎，我这么大肚子啊！去，上菜上菜。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，哎。站您尝尝。现在甭尝。怎么样？尝。怎么样，各位？别怎么样。是不是说话声音大？去，您等会儿。我特别的热情，你还特别喜欢我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特别想抽你，我告诉你。您在那往那儿一站，我什么炸酱面吆喝我就知道了。您说这过去的老饭馆，民国时候的饭馆。对呀、啊，炫在也这样。没，还炫在？您这嘴怎么了？这是过去的老饭馆有那个喊堂的，里边两位雅间有这个。啊。现在这餐厅都讲究安静。您看这西餐厅了吗？穿着西服搭着手巾板那个，谁嚷嚷了？特别的安静的。那您什么意思？小声一点。啊。饭馆里头说话小声。哎，对了，不合适。合适，再来一回。来一回啊，小声。你嚷嚷什么呀？打架子似的，真是。哎呀，吃个饭去。服务员，这儿里边请。什么？这是个饭馆，里边什么都有，有炒菜，有炸酱面。有炸酱。嗯。饭馆服务员够多的。来了。来了。吃点什么？这是菜单，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。不看菜。闹鬼了是怎么？哟，吃什么？不看菜单，
认字吗？你不认字儿，吃的简单，吃吗？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怎么了？够吃吗？你管着管不着，够吃。警察，哟，你还有警察呢这里头。这都合适吗？这都人家改接头了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不行，这个声音太小了。那哪儿应该声音小？应该声音小的地方，公园里头。为什么公园啊？两个青年人约会，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。哦，燕语莺声，低声细语。哦，就是这个青年，这个男女谈恋爱，不一定是男女。哦，不，他们声音呢，特别的小。咱说的是那个标配。你这话我都不爱听。怎么不爱听？什么叫标配啊？标配，标配是男女吗？对啊。高配呢？女女男高配。顶配呢？哇，我喜欢顶配耶。我还是喜欢合作版。你等会儿，不是这意思。标准是一男一女，两个青年男女谈恋爱。对对对，燕语莺声，低声细语，是吗？就这两个人听得见谈恋爱的。咱们两个再做一个表演。咱俩表演什么呀？我来这个男同志，您来这个女同志，好不好？我就喜欢这个大胖娘们儿。咱们两个人，我不喜欢这大脸蛋子爷们儿，知道吗？您等会儿，咱俩这模样，我不像女的呀。我也不像啊，我这么阳刚。好，那我来女的。自己心里都没底气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女同志都苗头一点。您这干嘛呀？化妆一下。哦，这是你短裙儿是吧？好家伙了，我都想起我姥姥了。哎呀，您把那耳朵，哎呦，把那耳朵露出来，哎呀呵。都勒着嗓子了都。好吧，您就是那女同志哈。对，咱们两个公园里头谈恋爱，找一个环境特别优雅的地方，前面是山，后边是山，左边是山，右边是山。咱们这是盆地呀、啊、这是四面是山，那盖盖不就埋了吗？这玩意就有山有水有河流啊。对对对，嗯，公园啊，咱俩约会啊。你打这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行，约会。嗯，看看是不是说话声音小。行，全世界就咱们两个人听得见，好吗？行，哎，行了，今儿周末约我那女朋友见个面，也不知来没来。哎，谢谢。隔壁谈恋爱的说我漂亮。你要喜欢你拿走啊。哇，这么多谈恋爱的。那个，你闺女什么时候来啊？你稍微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会儿、啊。你妈薛薇还有？我就是那个闺女，知道吗？我还以为我丈母娘来了呢。废什么话？你这么寒碜呀？就咱俩白呀、啊？你白管什么用啊？你那是手绢白，那是。打招呼啊。这咱还有名字是吧？这个是吧？行，来了，来了。那个大秃子，您再稍微等一会儿啊。老你们家那媳妇叫大秃子呀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人家是个姑娘，这名字带个花啊，带个草啊，好听点的名字呀。年轻点不就完了吗？嗯。就是显得岁数小是不是？嗯，行，来来了，来了，二秃子，你还别说，还是年轻了一些啊。行二的吗？这不是？你给我玩去啊！不是你的意思，什么非得带花带草？那当然了，像姑娘名字哈。啊、嗯，行，我想想啊，好烦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那个。菜花菜花菜
菜花像话吗？菜花。行了，占一白，知道吗？挺好，这是菜花啊。嗯，来了，来了，菜花，土豆。哎，我怎么土豆啊？我都菜花了，你凑合着吧。真是，这俩菜谈恋爱这是啊。那个土豆啊，黄瓜最近好吗？这不是跟胡萝卜谈恋爱呢吗？哟，那西葫芦多生气啊。你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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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掉菜地里了你。好好来，好好来，好好来，啊，好好来，你出来吧啊。嗯，来了来了，菜花土豆。那个你爱我吗？马上马上啊，再给我三分钟我就演完了好吗？那个菜花。 嗯， 嗯，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，我要不爱你我是茄子。你离不开菜地了。你都爱我什么呀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行，以后我们改。这个你还爱我什么呀？我爱你。嗯，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就你要这么爱我，嗯，就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嗯，咱俩下月结婚吧。结婚？嗯。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我也是没辙。结婚就结婚。咱结婚吧。讨厌。怎么样？拉钩。拉钩上吊。哎，你躲！怎么这么腻歪人呢？我看着。您等会儿，进不了。咱您这个谈恋爱的方式啊，嗯，就是过去老人们谈恋爱都这样，嗯嗯，现在年轻人谈恋爱，您都说男女都不分了，嗯，走大街抱着啃的有的是，你大点声，好，不是被人的事，大点声，大点声，不合适，合适，再来一回，来呀，来来来，谈恋爱嘛不是？哎呀，现在我那女朋友女施主啊。来了来了。你踩炸弹上了。菜花土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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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菜花发毛了。先不谈工作啊。菜花土豆，我问你啊，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，我要不爱你我是茄子呀。哎，你都爱哥们什么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还爱我什么？老娘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就冲你这么爱我，哥们给你个脸。怎么着？下月结婚。结婚结婚结婚就结婚，谁怕谁？大哥来呀，大哥上去。去你的吧。刚才是张鹤伦。嗯，哎呀，鹤伦多好啊。哎，唱的也好，演的也好。是，但是就一个问题，他说了不算啊，都说跟人家嘿嘿嘿，他也没嘿，他下去了。哦，啊，你可以嘿嘿嘿。我别来了，我就啊，没关系，他们这种节目就是特别的热闹。嗯，不光观众爱看，我们演员自己也爱看。是啊。但是言归正传啊，什么样的演员表演什么样的节目。对，你杨永祥这样，他来就来得了吗？我来不了，差一点。嗯，因为什么？跟个人的这个生活有关系。哦，他这人平时就很好静。嗯，真的啊，你说相声我们在舞台上表演，大部分时候有时候说的都是虚构的，嗯，但是也有真实的。是，你拿严永祥来说，刚才我说他们家有钱，这是确确实实的真事儿。哦，家里真太有钱了。嗯，有钱到什么地步啊？他爸爸每天出去遛弯的时候，时不时的就得数钱。对，真的，走大街上，他爸爸掏出钱来，啪啪啪啪啪，不停。嗯，你给我回去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你过来你过来。怎么了？坏门，你这叫啊？我们家哪那么有钱？真事儿啊。真正有钱是他们家，当然郭麒麟他们家有钱，这两年
以前也不行，以前郭麒麟的爷爷呀，只能给人送水去。不，你这个说的有点过分了。那当然。这你找的是不是？废话，咱们后台这都什么人啊？你先说的我。哎，要一人这么说啊，我孙子还扫地呢。我孙子扫一半就回去了。人现在这大伙儿都这么热情，你看。演员太激动了，下不去，这二十我下不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拿我当骨头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他是狗是怎么着的？就说别瞎说，这都是一个小调剂，哎，小幽默，小幽默。你说我拿他开玩笑，他急吗？不急。对，你为什么不急啊？我要不挣你爸钱，我早弄死你了。无所谓，什么理由咱无所谓啊，反正你不敢跟我急。哎，不敢急。甭说跟我跟后台谁，他从来没瞪过眼。我脾气好啊，脾气太好了啊，非常的温顺。哎，真的，特别的通人性。你先等会儿，我还是狗剩啊。您说脾气好就完了，善解人意，哎，爱跟大伙儿开个玩笑。是，平时跟后台那哥几个都好极了，啊，师兄弟儿，包括长辈啊，他跟我师父关系特别好。您说于谦老师？对，嗯，跟于老师呵忘年交。哎，你们同龄的这个师兄弟。跟岳云鹏最好哦，小岳岳对啊，这他们仨人铁三角。对，有时候这姐儿仨经常一块儿出去玩。姐儿仨呀，就娘儿仨，娘儿仨也不对，还不如姐儿仨呢，爷儿仨，就这爷儿仨，嗯，老一块儿出去玩去。对呀、啊，山南海北哪儿都去。去哪儿了？西班牙去没去过？去过。呵，严永祥爱去那儿，嗯，因为那儿有一个运动特别刺激。什么呀？斗牛。哦，西班牙斗牛。哎，一个斗牛士拿着这么一块红色的方巾往这一站，啊、哎，这手劲一抖啊。哎，一抖，这牛子看这动的东西，他着急呀、啊。嗯，他过来顶这块布。哦，他一顶，这斗牛士走你、嗯。哎，这牛从这儿就过去了。哦，左右都一样啊。啊，这边也这边一抖了，这牛噌一过去，走你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啊，多好！你看，严永祥头一回去。哦，看着玩新鲜。嘿，我也来一回吧。来吧，严永祥给斗回牛。嗯。哎，我上这作死去了我。你想给牛来一个惊喜？受不了啊！我回家给我妈一惊喜，大大的 surprise， 像话，多好玩啊！嗯，不光欧洲，还去哪儿？非洲也去过。哦，这离欧洲还不远啊！你非洲那边当然就不去大城市了。我去哪儿了？像什么开罗、开普敦都不去，嗯，专门上那个村里头玩去。哦，为什么呀？哎，这叫非洲农家乐。对了。明白吗？没有这个名词。住在人家那个部落的酋长家里啊，一个村一个村逛。是，这天这爷仨来了一部落。哦，一打听，嗯，坏了，怎么了？这是一个十人部落。哦，就是部落里有十个人。对，你什么什么文化？十人部落吗？吃，明白吗？哦，把我们要吃了。对，太狠了。好家伙，当时给这仨人五花大绑都扒光了。嗯，拿水洗得了，这边大锅支好了。嗯，马上要拿他们就得烩土豆。哎，好吧，清炖就是。这会儿酋长来了。啊、嗯、啊，行了，这会儿正赶上咱们这个祭祀时间。嗯，不能够吃人肉。是，就不吃你们仨了。那怎么办？虽然说死罪已免啊、活罪难逃。那干嘛呀？我们这村后山啊，有三个山洞。哦，每个山洞里有一只猩猩。猩猩，你们仨一人选一山洞。哦，什么时候爆出小猩猩来，什么时候放你们走。对，这还不如吃了我们呢。怎么了？这非洲人什么刑罚呀？你跟人家嘿嘿嘿，多可乐呀！这个好，这能行吗？能怎么不行啊？哦，仨人一人挑一个都进去了。哎，等吧。啊，过了一年。哦。于老师，这山洞打开了。嗯，于老师出来了。啊，原来这进去就烫的秀发啊！哎呀，出来一看成秃瓢了。啊，都掉光了。嗯，这边抱着那小猩猩，真生出来了。你想想，哎呦，小猩猩往那一坐啊，嗯，这边抽着烟，这边喝着酒，上面烫着头。哎，哎，这一看就是于谦的种这个啊。出来了。嗯，旁边那猩猩搀着我师傅。哎，这我们大娘了，这是。哎、对了、啊，你一家三口多快乐呀！啊，一出来。酋长看高兴啊，嗯，呵，你看看还真办到了。行了，回国吧，回国吧。这还有脸回国呢？放我师傅回国，哦，跟我爸说相声来了。哎，嗯，你看，走吧，走吧。过了三年啊，岳云鹏那山洞开了。哦，岳云鹏出来了。嗯，嚯，
没空手，嗯，抱了两只小猩猩。对，好，这二胎都出来了。嗯，响应国家号召，哎，小猩猩长得跟岳云鹏一模一样。怎么呢？啊，一出来一个一个，这是标准的姿势是吧？我的天哪，你怎么这么出来了？哎呀，这小猩一个个都会唱歌呢。怎么唱的？哎，这边一张嘴啊，这边呜呜呜欢，你看多可爱，二声部啊。旁边那猩猩搀着我师哥也出来了。哎，这是我们嫂子啊，一家四口出来了。嗯，呵，酋长高兴。嘿，你看超哥完成任务，嘿，坐头等舱回去。给酋长气坏了。嗯，怎么回事？赶紧进去看看。看看啊，山洞打开了。进去一看啊，给酋长气坏了。怎么了？阎永祥在山洞的这一角啊，猩猩在这一角啊，这俩人不说话哟，浑身都是伤啊，给酋长气的，嗯，冲过来拽阎永祥脖领子，啪来一大嘴巴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嗯啊，你看看人家于谦云鹏，人家一年三年抱住仨猩猩去，你八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对呀、啊，废话，我那猩猩是公的。我今儿晚上拿你就当那猩猩，我跟你说，我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后来就放你回来了。行，您这故事太荒诞了，对吗？你是这玩意儿出去旅游多快乐呀、啊？哪有这事儿、啊？多开心啊！嗯，他经常这人心里不搁事儿，对，很少说有不高兴的时候。嗯，我跟他就不一样。您怎么着啊？特别的忧郁，不知道亲爹是谁啊？啊，这是值得忧郁一下。你见这说一晚上都没劲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事实了。我凭什么呀？我都觉得这无聊了。那您什么事儿忧郁啊？忧郁因为考虑到我自身的问题。个儿太矮。谁？我个儿矮。您自个儿不知道啊？我1.78米，知道吗？你家尺子坏了。你看人观众这呼声，您哪看出1.78米呀？我1.7米。1.7米吧，哎，对，也就1.7米，嗯，你甭管啊，1米，那怎么了？我这身高啊，这是世界男子标准身高，哦，这都你爸教育的是吧？对，比我们爷俩高的都是巨人症，哎，对，就拿这解宽心吧，就，对对对，你、马上改刑法了啊？你多高？我1.78米呀，78的枪毙，知道吗？凭什么呀？没事啊，那是烧饼的爸爸。我行，我身高不是说我愁的事儿，嗯，我最着急的什么事儿啊？嗯，到现在。单身、台下的女观众都激动了，你对、不用什么头什么，把孩子给我吧，跟你不行、你奶水不足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男同志，这 你死不死啊？你我怎么了？你还单身？你没有女朋友？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？你我跟你一块儿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我你怎么退学你都忘了？我怎么退的学？他们学校教导主任都怀孕了吧？行了，那不是因为我爸去给我开家长会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后来给了30万嘛，人不行，可以了，别老胡说八道，大伙儿都以为成真的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嘛。我这一圈学演回去再看我爸都进去了，你这、那你多高兴？我高兴，那是第一继承人，你啊，那未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人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这人，你看平时说相声什么还凑合，在感情方面脑子不行，架不住女观众勾搭你啊。不，这都是其次，真的啊。我就考虑说我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？这有什么原因呢？总结出来了，什么呀？没钱。对啊，是啊。您还没钱呢？好，全中国说相声钱都让你们家骗了，都。这个你还没钱，这个字用的不好。那怎么说拐？就我没钱，你不知道吗？不是，那你爸那么多钱，怎么不给你啊？多新鲜呀！他知道真相了。我这，他赚那么多钱那是他的啊。我能花他钱吗？你不花他钱，你花谁钱？真是我。哦，他们说花于谦钱，于谦钱都给郭小宝花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这都什么关系啊？我就是郭小宝，这个你这个。我心里难受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也想过上好生活啊。你看我那朋友们，人一个个人穿着什么什么衣服，你还有朋友呢，多新鲜、人穿的衣服，全是那奢侈品。你给介绍一下，穿的衣服上面那狗头知道吗？狗头？对，什么衣服有狗头？小鹿那个什么衣服？迪士尼的衣服知道吗？
没穿那是好衣裳吗？那就是那个纪梵希啊。哦，纪梵希是好衣服。纪梵希啊，金庸戏知道吗？哦，还会英语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人家快穿那个裤子、嗯、啊，圣罗兰。哎呵，桑劳朗知道吗？好，咱用国语交流好了。是，我说的是国语。嗯，穿的衣服，穿的鞋，嗯，好，人家穿什么衣服，我穿、哦、我就德云华服，我就是。您出门也穿这个呀、啊？对，晚上过十点不让出门了，你知道吗？怕、哦、挨打。像诈尸的啊！你这我怎么跟人比？我这一身加一块没人鞋带值钱，那也没有单卖的啊。人家一出门，人家豪车法拉利兰博基尼 SUV 啊、嗯、不跑车，人家开真是超跑、嗯、我什么呀？你好车，我车是比他贵啊。嗯，地铁是吧、哎、啊，你这没法比啊。怎么差这么多呢？回家我找我爸我说理去啊。我说没有您这样的知道吗？嗯，怎么就不能给我钱？哦，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炫富去？哎呦，给我呀。哦，说完这话给我爸气的，嗯，什么孩子你这是啊，三观不正啊。哦，我替你的未来感到担忧。哎呀，你以为有钱就好啊？啊啊，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？你错了，爸爸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啊，你知道吗？标准的坑爹，我跟你说、嗯、你爸早晚折在你手里。我听完我就明白了。哎，当然这个可能不是真的啊。你爸究竟什么快乐？你别，这真不能说。那几个女主持人啊，不，没有，那人家怕人爷们儿找性。哎，我这个人啊，啊，后来我爸一说完，我明白了。嗯，这个什么事儿都得从自身做起。对，对吧？你自己强大才是真的强大。嗯、我一想也是。啊，原来我上学的时候，那好多姑娘都特别喜欢我。我这你爸花多少钱的呀？花钱干什么呀？不花钱凭什么喜欢你、啊、看中了我的魅力知道吗？姑娘眼睛不好了，你知道你们怎么老这样、嗯、都多晚了挺累的就别议了知道吧、嗯、真事儿就看中了您的魅力，太喜欢我了、嗯、可不嘛。嗯，那时候那个班里好多姑娘都追我。是啊，那我也谈过恋爱啊、嗯、也谈过恋爱。初恋。嗯啊，那是几十四五的时候吧。我您发育还够晚的啊。怎么意思？你是你爸一般八九岁就按恋爱了？没听说过。那会儿有一姑娘，嗯，挺喜欢她的，嗯，后来在一块儿谈恋爱，在学校在一块儿，出去放学了还在一块儿，嗯，时间长了我就有点烦，嗯，因为你出去你逛商场总是那几个，嗯，我说咱以后要不就甭出来玩了。一说完人姑娘不高兴啊，讨厌，嗯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不逛商场了啊、嗯，上我家去呗。这姑娘这么主动啊，正好我爸我妈也不在家。哎呦，行吗？他这姑娘挣过钱看来是、啊、我说干嘛上家干嘛去啊？上家玩去啊？不是上家玩什么呀？啊，缺德的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就玩点那个你们男生都爱玩的呗。哎呦呦呦，英雄联盟，嗨，行了吧，我给你打辅助，行吗？行，你是你爸亲生的吗？你怎么了？你这荷尔蒙有问题吗？你这，我就不喜欢这么直接的，知道吧？啊，你跟他装糊涂。对，那你介绍给我可以啊？不，那倒不至于。后来就不在一块儿了，人不理你了，一直单身到现在。嗯，现在到20岁这个年龄，也非常的渴望爱情。是啊，对，我看着您我就羡慕。你渴望爱情？不、哦，我有男朋友啊。没听说过。我那意思，您有一份不悔的爱情啊？这倒是。结了婚了？气死你啊、嗯！那倒不至于。嗯，您想今年您是贵庚？今年我今年21。怎么我这也一呀？我这你跟张鹤伦看着像童年。怎么？我说虚岁21，那你10岁呢？35，实属14岁的，是不是？那怎么了？到底多大？35。35，你35，这有什么藏着掖着呀？就35显得中年嘛，就是。对呀，人到中年可以啊。35，三十而立。对，你这都立了5年了。什么叫立了5年了？成家立业。成家好。哎，结了婚了。结婚了。嫂子比你小吧？小7岁。哎呦，禽兽啊你！小7岁怎么就禽兽了？你这长那么小的，没听说。我跟于谦比，我就是圣人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我要找一7岁的，马上就给我逮起来，你知道吧？你不是没找过你？这我多了找过我。小7岁很正常。我的天，小7岁？嗯，你今年35。35。他比你小7岁就是42。
他那您说这是你们家长辈的小话，小气，二十八，哎，好啊，嗯，二十八岁，嗯，好，你看啊，别看上了岁数，二十八算上岁数吗？啊，不算啊，不算啊，女同志二十八正当年，正当年，嗯嗯，有一孩子吧？对，有一孩子，嚯，我见过那孩子啊，当时还一两岁那会儿的，对，然后个儿不高，刚会走路，嗯，在地上跑得快着呢，哦，贴地毽一样啊，什么行，跟土行孙似的。他儿子在地上，您说那是我师傅那个？你说，呵，你看看这小孩地上来回跑，嗯，形容嘛，哎，看着孩子也可爱，嗯，长得跟阎鹤祥一模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么一个，那是我儿子吗？你都说是，都说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嗯，看着孩子你美呀，我也高兴，看他们家这孩子，哎，行，干嘛？您这。不是我们孩子受得了吗？您这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断个斗有福，知道吧？嗯，叫叔叔。哦，这我们孩子管他叫叔，叫叔叔。怎么不说话啊？叫叔叔，你孩子叫叔叔啊？你听见没有？哎，叔叔，干嘛？你笑不笑？别来了，别踹了，这别来波了，就。我们孩子没多少血，知道吗？你。这你不叫也别打孩子呀，就这一个，你有二胎早就 double kill 了，像话吗？什么孩子你 这不跟你闹了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叔叔给你把脑袋捡回来啊。啊，怎么头都掉了？孩子抱一小娃娃那头打掉了，您吓死我了。真是你这玩意儿，这孩子你得让他，你不能杵窝子呀。这您这就不杵窝子了，是不是？孩子应该得可爱，嗯，嫂子生完这孩子愣看不出来。哦，就是身材没走形。嗯嗯，有的那个女性生完孩子可能稍微有点臃肿。啊，是嫂子没有？嗯，二十八岁了，哎，生完孩子，有时候我经常纳闷儿。嗯，我说嫂子，你说你这手撂去，摸什么呀？嫂子闻也不行了，您过来，您过来，您站黄线后边行吗？啊，嫂子是地铁似的，像话吗？没人上。嗯，这个你这玩意儿，嫂子这身材怎么保持的这么好啊？她好运动啊，因为她爱跳舞。哦，对。舞蹈达人，嗯，身材保养的也好，嗯 ，S 型身材，哎，从正面看，啊，是一个从正面看，哎，你先等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媳妇成树懒了，你啊 ，S 型从侧面看，侧面是个 Z， 你说，这还要得了吗？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发，就是从侧面，侧面，哎，反正身材非常的好，啊，这点您跟他比不了，我怎么着？嫂子好动，你好静，是。这人平时在家里没有说好跳，没有这么剧烈的爱好，嗯，自己就喜欢没事看看书啊，嗯，鼓灯点那个高科技的产品啊，什么高科技产品？你玩的手机啊，你后台我们也有喜欢的高科技的，谁呀？你像这个烧饼，啊，就刚才扫地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我的孙子，嗯，他特别的喜欢高科技产品，是吗？啊，那天看见阎鹤祥了，嗯，高兴过来了，哎，哦，鹤祥兄弟，嗯，这个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嗯，知道最近有个新鲜玩意儿吗？哦，什么呀？透视眼镜。什么叫透视眼镜？你戴上这眼镜，你看谁谁都光着屁股呢。就还有这么正义的眼镜呢？还有，买去吧，赶紧买去吧。啊，你说阎鹤祥高兴，嗯，上网就买了。什么呀？京东上网买货啊，上午订完，下午货送到了。哎呦，人送快递站他们家楼下就喊啊，阎鹤祥，那透视眼镜到了。别嚷嚷啊，这买这能嚷嚷吗？让你赶紧戴上啊。啊，打开了一戴上，嚯，效果怎么样？送快递这小子光着屁股站边上呢，你还真没穿衣裳，太好使了啊！来吧，嗯，出去试试吧。上哪儿了？可着北京就溜啊！哎呀，溜溜溜了一天，嗯，到晚上十点多，实在逛不下去了。怎么呢？贫血。哎呀，我这出息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啊！刚一进家门，哎，整瞧那这烧饼跟他媳妇儿俩人坐床上正聊天呢。哦，哎，透过眼镜一看，这俩人也光着屁股的，太滑稽了！摘了，摘了，摘了，怎么还光着屁股呢？去你的吧！谢谢谢谢，回去吧，没有礼物就回去好不好？好，太势利了，谢谢，来吧，往回回吧啊，谢谢了啊。房卡房村长来了，谢谢，坐回去吧，大
耶、什么？他还不太像。那是我还年轻。啊，像刚才那句就不要录进去。那是、啊、那是，前面那句可以播。嗯，谢谢谢谢，很多朋友很多朋友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哈。嗯。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风箱演出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赶紧坐回去好吗？一会儿坐就没有了、哎、啊。注意安全谢谢啊！还有很多朋友送来礼物，真的特别开心。还有礼物吗？没有了哈，没有没关系，一会儿加个微信发红包好不好？哎，刷刷的半天了，都发过来。往我脸上扔这个红包啊，争取砸死我，我就喜欢那种感觉。这个要点脸吧啊，这不是要脸的年代了。那个哎对，说相声没有要脸的，这倒是。那刚才郭麒麟说他爸爸死了，嗯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这个不是，我说他是真的敢付出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他爸爸也豁得出去。嗯嗯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是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我们俩说是哥俩，其实不对、嗯、哎，真不是，应该是娘儿，应该是爷儿俩。您啊，爷儿俩说清楚了啊，爷儿俩，爷儿俩，哎啊，并不是有奶就是娘，不是。也有可能是奶奶。别胡说了，你动手的。按辈分来说我应该喊的叫师猪，嗯，但是呢我没有喊过，没有喊过、嗯、喊我的抽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施猪啊？来，施猪来。来啊，不不别着急，给我五分钟我们下降台。来来，走台上抽你算欺负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有尊严的人，知道吗？那是，您的尊严都在脸上呢。别瞎闹啊！我的长辈，您客气。相声说得非常的好，不敢当。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。您客气，那是郭德纲。有出出去！不是你说不说我呀？说您呢？啊，您相声说的也不错呀。您捧我那是。打小就喜欢相声。是啊。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。在这个隔壁，隔什么叫隔壁？在隔壁吗？隔壁哪？北京动物园啊，养大象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都是你给说出去的。大象都瘦了。你看见了是怎么了？什么叫大象瘦了你？我没胖哪儿去啊，我大象都跟人养瘦了。没有，不赖我。后来从动物园出来，因为大象实在是太瘦了。大象给我写的辞职报告。大象替他写的辞职报告。大象说你走吧。大象说别让他养我了，我受不了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这都是大象说的。大象说你看我瘦成什么样了，走走走走。这大象就胖脸啊。哎，包响了，你看见？哎呀，封箱嘛。嗯，封箱，大伙儿得开心，那对不对？大伙儿得开心。这个后来从动物园就出来了。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儿？我得圆回来呀、啊，圆回来、啊。就辞职不干，说了相声了。嗯，说了相声。其实啊，人家里条件挺好的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富六代。您等会儿吧。富六代啊？您现在都富二代。您富六代。我怎么六代、啊？六辈人都有钱。哦，辈儿辈儿传，最有钱的就是他父亲。哦，我父亲，他父亲在北京通县有一个外号啊，北京通州区，对，大菜猪。哦，大，还是动物园的。说这人有钱啊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大菜猪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我的天哪！什么叫大菜猪啊？有钱吗？大菜猪，大菜猪的吗？有钱叫大菜猪啊？啊，那叫大财主。
妈还大菜猪还，你爸爸还萝卜兔呢。你爸爸萝卜兔真行。我有口音，我昌平人。你个躲胎，哪儿人？昌平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昌平。你离昌平还600公里呢，知道吗？昌平的边缘。昌平的哪边缘呀？河南。你还跨一北京城呢，知道吗？那干嘛呀？那干嘛呀？哪口音呢？胡说八道啊！这大财主，哎，就有钱。财主吗？他父亲长得帅。我父亲帅。那人高马大。嘿，他不随他父亲。那我随。他随街坊。这个人呢，一旦随了街坊，就是哎，蹊跷。你这，等啊！这，懂了就行。什么叫懂了？就你这表情都好不了。什么叫随街坊？你急什么？我说你随街坊，你不急啊？你随你妈妈呀？不是，我没明白，我妈妈怎么街坊？你妈妈叫街坊啊？您呀是有口音，那叫街坊。王街坊啊？哎，街坊。小名叫邻居啊？对，乳名叫介饼。那可不是吗？随的母亲啊，随妈，家里条件确实不错，是是是，有钱，有点钱，有钱有势。嗯，说这人有钱有势啊，再有钱，他也有花完了的时候。对呀，吃完了花完了，这很正常啊。是是是，人家里有一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。我们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，了不起啊！什么呀？聚宝盆。我，哎，您等会儿，我们家，聚宝盆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没听说过，您那都神话里的东西，知道吗？什么叫神话？你没见过？没有。哎，你都低头，你别咬耳朵，你说说，说。我见过。你不如大点声说出来。我见过。不是，我们家的聚宝盆啊，我没见过。你见过。凭什么呀？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前段时间我上通县办点事儿，路过他们家。我们家。我抬头一看，孙宅。哎，对，这不孙宅吗？这个孙宅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孙宅。哎，我抽你，你信吗？你骂什么街呀？为什么总是抽我？废话，站门口骂街像话吗？谁骂街了？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大舌头骂街，骂孙子骂不清楚，有孙宅。北京的大舌孙宅，就这个。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骂好几句还挺像孙斋啊。你们说的孙府，孙府老孙家路过你们家了。我们家对对对，这我得进去瞧瞧啊。瞧瞧吧。啪啪啪一打门，嗯，又打里边出了一人，啊，我一瞧刘大爷，我说刘大爷，哎哎哎哎，你好啊，大爷，哎哎哎，老孙家，啊，我们家一敲门出来刘大爷，啊，这怎么出刘出孙大爷？你看去，啊。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我还没琢磨过味儿来呢。是这么回事啊，刘大爷上你们家串门去了。串门怎么他开门呢？你父亲可能腿脚不太舒服。你父亲前段时间跳楼你忘了？你爸爸跳楼？你爸爸他那样的捯饬的。反正他父亲身体不太舒服啊，刘大爷来开门，这很正常啊。啊，对，街坊帮忙，对不对呀？哦，我说刘大爷，你好啊，嗯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啊，你看看，啊，好好看看，瞧瞧我，啊，我不认识你啊。老头家里没电视也是啊。我是送快递的。你有这么说话？送快递？什么送快递？不是就小月吗？认识啊。你要干什么？嗯，我说。孙月在家吗？谁？您等会儿吧，这是我们家吗？孙月，我呀，大胖子，巨肥无比，没像个人样。孙月，您后面那两句可以不说，知道吗？哎，孙月出去了。啊，出去了。据我所知，昨儿就出去了。啊，刘大爷昨儿就来了。那个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哎，怎么替我们家逐客呀？替你们家逐客啊，这不太像话呀、啊！没有这样的。我说大爷，孙月没在家，我瞧瞧老孙大爷，好不好？我父亲呢？嗨、哎，你瞧他干什么？他有什么好瞧的？一个老帮菜，你瞧他干什么？这刘大爷怎么说我爸呢？
那我进去，我都到这儿了，您不让我进去瞧，这都不像话了。瞧瞧长辈儿好事儿，大年底的。行吧，嗯，你进来吧，进来。能可快点。不是老头干嘛呢？这俩人。那我就进去吧。进去我一瞧，他父亲正穿裤子呢。那我爸爸正。我说呵，哎，等会儿。不堪入目。你等会儿。俩老头在屋里呢。你敲门，老刘去开的门。我爸爸在屋里穿裤子呢。俩老头干嘛呢？玩呢。我还不知道玩呢。我问你玩什么呢？不重要。你等会儿吧。重要重要。干嘛呢？怎么就是下棋。我下棋你脱什么裤子？谁输了谁脱一件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哦，谁输了谁脱。赌注吗？俩60多老头下棋，谁输了谁脱一件。又没外人。不是，有没有外人你觉得正常吗？很正常啊。俩半大老头子啊，连个老太太都没有。有老太太就不纯洁了。哦，还是避嫌。哦，有老太太我倒是挺踏实。有意思。我呵，还是穿秋裤。那个全脱了。老头臭起篓子。孙大爷你好啊。嗯，嗨，你好。你是干嘛的呀？全不认识。嗯，我是小月呀。岳云鹏，我来看看您。嗯，孙月不是没在家吗？嗯，正好我从这儿路过，我瞧瞧您。瞧瞧您身体挺好的呀。嗯啊，挺好的。嗯，你回去吧。好，你回去。怎么干嘛催你走呢？都你瞧这有事儿啊，老催我走干什么？干嘛呀？这就这会儿啊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。你会怎么了你？你们家有一聚宝盆。哦，你想起来了。我想起来了。哟呵，我也是道听途说啊，听别人说的。也不是谁说的。我说孙大爷，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聚宝盆呐。您让我瞧瞧。瞧瞧吧。话音刚落啊，再看他父亲怎么样，脸儿唰掉下来了。我爸爸还会戴着面具呢，怎么脸还掉下来了？变脸了，掉脸。掉就脸色变了呗。啊，我就脸色不好看了。脸色不好看了。哦，听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嗨，我听别人说的。有没有啊？有，您让我开开眼。我就是想，我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您让我开开眼。要是没有，就算了，我抬腿就走，不耽误你们俩好事儿，好不好？哎。不耽误你们俩下棋啊！不耽误你们俩下棋，小 Z， 这也就是你啊，换别人都不行，还换别人、啊、我都不行。我让你看看，嗯，哎，那什么，老刘啊，你先回去吧。是，嗯，反正今天玩的也挺刺激。哎，改天咱们两个人，您这用词不当啊。怎么了？什么叫玩的挺刺激？那是老头说的话。下棋下的很刺激啊。下棋下的挺开心。开心。哎，开心。开心这个词就好很多了 啊，好很多了。好。嗯，老刘，嗯，你先回去吧。怎么样？今天玩的特别的开心，啊！我怎么那么不开心呢？你先回去。嗯。再看老刘怎么样？满脸的委屈，吃亏了。啊？啊？这就结束了？那行吧。哟，那我走了。刘大爷就走了。这是刘老太太，刘大爷这是。刘大爷，说的话，他父亲把我领到一个密室，还密室，秘密的房间。哎呦，再看那个门，怎么样？锁着呢。废话。说的话，他父亲从兜里掏出10000多把钥匙来。多少钥匙？10000多把。10000多把钥匙从兜里头？对呀。那那裤子是自己脱的吗？站起来没跟上吧？10000多把钥匙。有腰带啊。有腰带管什么用啊？10000多把钥匙坏了啊。老头岁数大了，怎么呢？忘记哪把钥匙开这把锁了。我的天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头很聪明啊，有招，挨个试。哎，这什么招来着？怎么那么寸啊？最后一把就是。你打那头试不好吗？门开开了。哎呀，天都亮了。开一宿门，中间我买了2回饭呢。嚯，这中间刘大爷来3次呢。老头儿还真积极，还总算是开开了。进去吧。进去我一瞧，屋子里啊
只有一个桌子，桌子，一个大铁锅，大铁锅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让我很失望，让我很沮丧。没有聚宝盆。我说大爷，您这有点开玩笑了，哪有聚宝盆呢？是啊，这开门开了一宿，刘大爷来了三次，我买了两回饭。你别老说刘大爷事啊，我腻歪他现在，不合适。聚宝盆在哪儿呢？这傻宝贝儿，那就是聚宝盆，你指那个大铁锅。哎，这锅是。我说这怎么证明它是聚宝盆呢？对呀。说着话，他父亲把手上这个扳指撸下来了，就那翡翠的扳指撸下来。嚯！放进这个大铁锅里，放锅里了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，怎么了？再看这口锅，您别一惊一乍的，行？再看这口锅，怎么样？还有一个扳指，就一个扳指搁进去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哟，这宝贝啊！当然是宝贝了，这边有它，你过年包一个饺子就够了。我是不是有点小气了？我是太小气了啊！馅儿盒子，等豆子说不要了啊，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怎么样？空锅一个，就是你搁什么能变出什么来？再看桌子上啊，满满一桌子扳指，哎呀，棒不棒？那宝贝啊，厉害不厉害？厉害啊！不是大爷，什么都能变吗？对，这就当然了。什么都能变。说的话，他父亲从兜里掏出100块钱人民币，嚯，红色的票。废话，用这儿吧，毛主席啊，放进去100块钱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啊，再看这口锅怎么样？还有一张，这就印钞机呀！拿出来一张，还有一张，拿出来一张，还有一张，这多少钱？我一看这个钱花不了，怎么花不了呢？号一样。你也是，你别白天花呀，换不同的小卖部去花掉。对呀、那么多24小时超市呢，那错不了啊。等豆子说不要了，是把这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，这宝贝，宝贝吧，好东西，开了眼了吧？太好了。我说大爷啊，我真是开了眼了，真不错，真的很棒。我回去了啊，回去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看都亮了，好一天。我回去了。你别回去啊。怎么着？你再吃点饭。还吃？吃点饭。我说我不吃了，我走了，行吧？那我送送你。大爷，你这么大岁数，您送我不合适。别送你，我走了。那么大岁数，我送送你。对对，别不不不，他那么大岁数，您这么大岁数送我。对对对，让街坊邻居听见，让街坊邻居瞧见。不合适。就老刘瞧见不合适啊！没别的街坊了，我回去了。不行，我必须送你。我就不让你送我。别客气，我必须我得送你。干嘛呀？你脾气大，我比你脾气还大。我说你，给我回去吧你。啊？怎么了？坏了，这么一推坏了。退他了，再看他父亲啊，紧退两步，怎么了？咕咚，坐锅里了。不，你他那么大岁数，这哪行？摔着怎么办？你连给他颈椎没骨子摔了，哎，搀起来，你说了不让您送我，您非得送我，怎么讨厌这？这么大，这么重的这手，你锅里还有一个，大爷，大爷，不是这人也能变？好好好，大爷，大爷，说了不让您送我，您非得送我，这么大脾气呢？你别单，赶快把那个扣。还有一个，哎，大爷起，哎，好了，这门的三爸爸了。二位，这边挪挪，哎，好了，那行了，你赶快扣吧。不大会儿功夫，怎么了？弄一屋子这个。哪个？什么叫这个呀？你说让你妈也着急。我妈怎么了？跟哪个过不跟哪个过呀？我都送你们家去我。后来我想出一好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把你妈推锅里。没听说过。速配啊！这，你有无数的家。你给我躲开。讨厌了这人，我还以为真的宝贝呢，拿我们家打岔是吧？没有你这样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拿我开个玩笑，我拿父母老家开玩笑，我整一屋子怎么办呀、啊？我这是开玩笑，怎么开不起玩笑了？不是开不起吧？你拿你没有弄一屋子这个的，你挣的就是开玩笑的钱，知道吗？我谁挣开玩笑的钱了？就是你啊！凭什么呀？你还不高兴了？还不怎么了？于谦祖宗18代死光了，人家说什么了？从来没有埋怨过。于谦祖宗18代死光了，那不是真的吗？您这也不是假的呀。我这活着呢，我这都。这是跟您开玩笑了、啊。你别开这玩笑。有钱是真的，有点钱，格外的疼爱他。哎，这倒这也是真的。这疼我。
他们家人特别少。人少什么？对不对？嗯，你这辈就你自己。啊，我这辈，对对对，没错吧？但是他父亲多。我，哎，对，我一屋子呢。你等会儿吧啊，你才父亲多呢。你父亲这辈人多。哦，父亲这辈儿的人多。当然了。哦，谁呀？你大爷。哦，有大爷。对吧？你看啊，你大爷。嗯。你大爷，是吧？你看你大爷啊。你大爷。各位听见了吗？怎么了？有骂街的嫌疑，看见没有？不是不是，没有嫌疑。想多了，就是骂街呢。我骂你了吗？废话，你骂我三遍了。打孙子那我就没理你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？这不是算吗？你看啊，你大爷啊，你有一个大爷啊，你有一个三叔，是你有一个二大爷，我二大爷，老哥仨到他这儿就他自己。哎，这叫什么呀？哎，千顷地一棵苗。您等会儿，不科学了这个。您等会儿，我有一大爷，对，我有一三叔啊，我还有二大爷，嗯，这里没我爸爸呀。哪儿呢？洪维博。我怎么不认识？还挺年轻啊。我怎么不认识？旁边的是老刘吗？玩去。把手给我撒开。俩人还手牵手。老有老刘这里头。别闹啊，这我爸没头发。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。对不对？我管我父亲叫二大爷。对。哦，你管你爸爸叫四舅母。干嘛还得四舅母呀？废话，什么叫二大爷？就我爸爸行二。你爸爸行二？对对对。你大爷，你父亲，你三叔，哎，老哥仨，是到他这儿就他自己，就我一人。你看这老哥仨啊，嗯，你大爷，我大爷，没儿没女。对，你三叔，嗯，不孕不育，没错。哎呦呦呦呦，到他这儿就他自己。哎哎 哎，难为我三叔了有点啊。我大爷没儿没女的，我三叔怎么能不孕不育呢？你三叔不孕不育吗？我三叔一个人顶多是不育。那谁不孕？你大娘。我大娘。你三叔跟你大娘不孕不育？您等会儿吧。哎，你大爷，你我别我大爷了。大爷比较急，我大爷该急了，知道吗？我三叔跟我大娘不孕不育，那像话吗？那都，我大爷跟我大妈不孕不育啊，大爷大妈不孕不育。哎，我三叔没儿没女。三叔没儿没女，为什么？孤老头子，老光棍，老光棍。到他父亲这儿就他自己。啊，对，我千顷地一棵苗。对呀，刚有他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！怎么了？格外的疼爱他呀！哦，三家的喜欢我啊！哎呦呦呦！他生下来可难了。我生什么？他生下来那会儿17斤。我说我没见过我妈呢。17斤早产。早产？我要顺产得多少斤呢？我早产还17斤呢？早产是顺产吗？你等会儿吧，我按日子生得多少斤呢？反正17斤。没听说过，生下来17斤，七斤，这差不多是17斤，知道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哎，特别胖，啊，他母亲那个奶水啊，不是特别足，17斤还不足呢，怎么办？疼爱他呀，啊，为了他请了四个奶妈。您等会儿，四个奶妈啊，四个奶妈，啊，是为我吗？是。哦，四个奶妈，四个奶妈都带着奶来的。废话，那不带着奶来的就不是为我来的，知道吗？一个比一个足棒啊！您比划有点过分了啊！您比划过分了。你把摄像机给我关了，要不然我不说了。都关了啊！我家丑不可能外扬、啊。就过今儿过年了，我开心啊！给我关了，特别的足棒，知道吗？你这啊！好家伙，你太高了这。早上起来，四个奶妈甩着奶来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啊？什么词儿这叫？什么叫甩的？他不是怎么足啊？走你！早上起来就来了，背着大林呢。你把那给我关了。你女同志再来一个，有意思吗？羡慕吧。行，你先说你奶妈吧啊。是不是没甩过？又请了一个验奶师。什么？
奶吃。你怎么眼泪都出来了？你废话，那么着急干什么？你是请燕奶外边请一个啊？你费那劲呢？那谁来？让我三叔来啊。哪么成了呢还？你三叔没经验呀、啊？那我大爷有经验。这好差事，怎么别便宜外人呢？这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这骂什么街呀？跟这，燕奶师早上起来啊、嗯，一个奶妈发两个酒欧，酒欧，欧嘛欧，哎哎哎，用个欧吗？你等会儿，就酒盅就完了，别欧了，你装什么文化人？酒欧，我们老家都说欧，老家话呢，一人发一欧。就酒盅、啊、是吧？一人一个，四个奶妈挤出来，干嘛？挤酒盅你干嘛？嘿嘿哎哎，投手您呢？投什么手？互相挤呀、啊！没听说过。不过这四个人忙着了，我告诉你，互相挤嘛，要自己他难受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挤出来八个酒欧。哦，一人俩。那你以为一人几个？哦，哦，我以为一人一个就够了。哦，不够，足棒啊！啊，足棒！哎，那是足不能还用挤呀、啊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弥补童年的空缺呢？那么开心呢？我就喜欢这段，知道吗？传统相声没有这段。好，挤出来、啊、放在太阳底下晒。就这八盅奶晒它干嘛呀？晒，看有一层油皮儿，这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毒奶，油皮儿都不能喝、啊。不能喝，没有营养。油皮儿都没营养了。清奶不行。清的呢？太清，没有营养。全没营养。哎，嗯、里边有黑点儿，不能喝。怎么呢？没有营养。我还以为珍珠奶茶呢。要黑点儿呢，我还。这个奶泼到墙上，流到地上，再一看，喝不了了。怎么喝不了？收不回来。您这意思是就这一杯好奶还泼到墙上了？燕奶师一瞧，嚯，这个奶好，四号奶妈，四个奶妈啊，四号奶妈甩着就过来了。哎，好，这就伺候你。四号奶妈伺候我、啊、那可不是吗？哦，伺候他就喂他奶，喂了喂到18岁。这个奶妈坚持得住吗？我是没有问题啊。这奶妈带着奶得坚持18年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把这段传网上去，我给你急了啊！我一世英名我就毁这儿了，知道吗？没听说我吃了18岁，像话吗？后来这个奶妈爱上他了。哎呀，得亏不是我爱上他，我告诉你，格外的疼爱他啊、哦，疼我就为了。太疼你了，你爸爸，尤其你爸爸太疼你了。为什么这么疼我呀？为什么这么疼你？嗯，有原因。您说说。在没他之前啊，嗯、他父母结婚很久了，是没有孩子。哟，突然间有一天，他母亲半夜做了一个梦。做梦、啊？梦见南天门开了。天上啊，天南天门开了。嗯。但里边出了一个牛。牛？牛驮着一老太太，穿着唱戏的衣服。老太太怀里抱一小孩，这小孩脖子上有个锁，锁上写四个大字，什么呀？长命半岁。哦，半岁，老太太半岁，百岁，百岁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。嗯，老太太身后头一男一女，一个人手里拿一大梭了蜜，梭了蜜。老太太把这孩子递给你母亲，你母亲接过来，扑哧一乐，哎，醒了。您，第二天，您等，咱能不胡说八道吗？没有啊，都这么大的腕儿了，我说是。你再说一遍。都这么大的腕儿，你爱听这句是怎么着？你不要脸呢、啊，这不？你要早说这句，刚才那我就不说了，你知道吧？什么足棒，什么甩来甩去，我就不。哎，我真说这句，你真不说吗？我真不说了。不可能，你不是那人，你就不是那孩子。你别买了，我还不能开心了吗？废话，今儿封箱了，我还不能开心了吗？你是开心了，我们家都乱了，知道吗？没乱，挺好的。你都吃到18了，你闭嘴。你们理解理解我的心情，他还不乐意了。废话，你等会儿，您别胡说八道啊！
您这做那梦，您问问再说，知道吗？南天门开了，南天门开的不错，但里边出了一牛。那不是牛，那谁出来叫神兽麒麟，郭麒麟。而且郭麒麟驮着一老太太，你这没听说过？郭麒麟豁得出去啊？没听说过，没有，不是，那是麒麟神兽。麒麟神兽，哎，对对对，哦，驮老太太，这是送子娘娘。送子娘娘，这叫麒麟送子，穿唱戏的衣服，凤冠霞帔，怀里抱一小孩，小孩是我，就是你，长命半岁，百岁，半岁都死了吧？老跟人家急。老刘，我跟你这么说，咱别老这样行吗？长命百岁，哎，后边一男一女，金童玉女，一个人手里拿一大梭罗蜜，还梭罗蜜，还那叫龙风扇，还梭罗蜜，举俩棒棒糖不好吗？一点没文化，我告诉你。把这孩子接过来，哎。你母亲送子吗？醒了，那是。第二天跟你父亲沟通啊，你父亲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。哎呦，梦梦相同。是是是，不到一个月，怎么样？他父亲怀孕了。我爸爸怀孕。哎哎哎哎哎，多棒！你别棒了，老太太送错了，知道吗？也送给你父亲了呀。没，就我父亲梦见了，我母亲怀孕。你母亲怀孕了？哎，不到一个月，他母亲怀孕了。还真快。跟他父亲没关系啊？有有有有有有，太有关系了。你说没关系吗？有关系。有关系，有有有有有，好吧，在你父亲大力配合之下，你就形容这干嘛？你这是不是？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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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吧。第一次听相声说就这样吧。啊，什么梗呢？这我一想，这四个奶妈还行。你母亲怀孕了啊？行行，对不对？按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是是是，他母亲，嗯，怀他十个月，怎么样？没生下来。没生下来，早产那是瞎说了。哦，不是早产，17斤呢，能早产吗？您这么一比划，一片呢，这是没有这么比划的，你说。没生下来哦，十个月没生，11个月都没有生下来。嚯！有人说了，秦始皇14个月才生。对，秦始皇他15个月都没有生下来，我比秦始皇还晚。到了17个月的时候，怎么了？他父亲着急了。不，11个月就得着急，11个月就得着急啊！这还等小半年还得，这心也太宽了。这个到17个月的时候着急了。哦，着急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刘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还有老刘呢？你让老刘出去吧，你这。老刘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好家伙，肚皮上写着呢。写什么了？保质期18个月，过期不能要了。我妈是罐头，你说。这怎么弄？老刘说了，嗯，赶紧请来四大名医吧。哟呵，啊，我知道你爱他，臭嘎嘣的。好，这老刘是点不正常，你看。北京城请来四大名医，四个医生，在你母亲身上摸索半天。这四个流氓啊，这是。这四个有名的流氓啊，这是摸索半天干嘛呀？那号脉，号脉就不就摸这儿就号脉，对对对，啪一下号脉，按在那儿号，啊，号脉有人是怎么着啊？号脉吗？号就搭着这就完了。好，走，哎对，摁着我妈脸呢这是，哎号不出所以然。废话，摁错地方了知道吗？怎么办？又请了一个90多岁老中医，九十多岁老中医，哇，走进来。啊，摸索半天啊，耗半天，耗哪儿呢？这是，哎，对，嗯，哎呦，耗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恭喜什么呀？您的夫人啊，怀孕了。哎，对，用你告诉我们呀，快18个月了，这，我早就知道怀孕了，早就知道了。谁问你这个了？这18个月了，为什么还没有出生？这怎么回事？你问怎么生出来呀？哦，嗨嗨。稍等稍等啊，真行，这大夫请。哦，咱们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您的夫人跟您怀的是一位令郎。哦，狼。他父亲一听，怎么着狼啊？白眼的四眼的？我天，四眼狼白眼狼，我害怕。令郎公子，令郎公子，大少爷。哎，可是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。忧，我们保大人保不了孩子，哎呀，保孩子保不了大人，是母子可不能双全。你看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父亲听，怎么着啊？母子不能双全，是我都不要了，我都
东家，东家，回老刘，回老什么刘啊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就老刘讨厌，知道吗？要没他，我可能早产。这像话吗？这都再看老刘呀，都不要了。这没有老刘啊，都得要，我都得要，哎，都得要，是都得要，没有关系。嗯，你得多花钱，花钱，花了多少钱？花钱。搁现在的话来说啊，人民币40来万。四十来，又娶一个是怎么？什么叫又娶一个？40来万干嘛？有贵重的药材。贵重的药，其中最贵重的一味药材什么呀？铁甲将军一对，防盗门。防盗门干什么？不是防盗门给你钱了？没有啊，那怎么铁甲将军？这不是防盗门的名？屎壳郎，文言文就是屎壳郎。你文言文叫枪狼虫。屎不是屎壳郎什么药材？这叫药材呀，不好弄着呢。这有什么不好弄的呀？找一垃圾场灌上水不就出来了吗？您说那是普通的屎壳郎？我们这还不普通啊。怎么屎壳郎好东西分产地。还有产地？当然了。什么产地？橘红化州橘红啊，阿胶山东东阿阿胶啊，红花西藏藏红花。是啊，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。我头回听说啊。不是，为什么得印度屎壳郎？离赤道近，吃热到肚子里死不了。哦，离热的到肚子里死。您能玩活着吃啊？啊！不，这叫什么药啊？这赶紧打发人去印度买，哎，没有三天就来了。是啊，顺丰啊，特别的快。给你广告了是怎么的？来了以后啊，老中医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，看我妈吃两个屎壳郎啊，缺半个腿少半个爪可就满完了，哎，这钱可就白花了。是啊，两个屎壳郎吃下去不到10分钟，你是咕咕坠地，平安降生啊。灵啊，没灵啊，怎么这么灵？没个不灵啊。怎么呢？屎壳郎下去啊，推着你就出来了。对对，你才粪球呢。我呀，说点你们不爱听的吧。这有什么可来的呀？啊，别着急啊，郭德纲有什么可听的？我就问你们啊，天津人知道吗？不是北京的。学的全是传统相声，这有什么听的呀？我孙越根正苗红啊，北京的呀。我们学的相声都是歌颂型啊。哎，全是正能量，我们批判社会的丑陋现象，但是就是没饭。我跟着郭德纲就是为了吃口饭，说实话暂避一时。我也跟郭德纲说过啊，我说您这个传统相声啊不能老说，糟粕太多。我也写过新的本子啊，我给郭德纲，我说我这个我字系列就歌颂这个农村大好形势的，我字系列，我说这个我爱我们村长，我爱我们支书，对不对？我爱我们县长，最后都给我撕了，没法说。再说了，你们也是不会听相声，那传统相声有什么可听的？全是糟粕，伦理哏，打哏，这有什么可听的？早该摒弃，知道吗？伦理哏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今儿我现身说法，以正视听。我告诉你们，伦理哏就是打头到尾，就是这个大小辈儿啊，爸爸儿子来回占便宜。这个有这么一段相声叫《杨上树》，说的就是这伦理哏，糟粕之极。你们好多人可能没听过这活是吧？有多少人没听过？哦，没听过是吧？行嘞，今儿我豁出去了。开箱我没打算再来，我今儿啊，我把这活给你们演一遍，我让你们看看糟粕在哪儿，我连批带讲，我告诉你们。后台，后台，过来人，郭德纲大徒弟啊，谢谢谢谢，
啊、哦，姑娘受累了，比他师傅还糟粕呢。啊，上台呢，先做个自我介绍啊，我叫严云达，德云202啊，姑娘你先去我。哎，下三滥吧。我们有一个口号，就是不约而同。有一点正能量吗？谢谢。你好。还美什么美啊？啊？不是，你跟着就说传统相声。传统相声好啊，我师傅教的。啊，这你师傅教规则，我们都经历过这学艺的潜规则呀。老话说得好嘛，要想学得会，先跟师傅睡呀、啊。后台这些个人呢？我说我怎么不会了？没轮到我呢。哎，甭废话。传统相声很好。不是，咱说实话。怎么了？你跟他混有意思吗？郭德纲，哎，开那么些园子，你去，你平时演出吗？问你。北京、啊。北京有园子演吗？好几个园子来回演呢。哦，北京演。南京。你也演了？对，南京德云社分社吗？哦，那哈尔滨。你也去了？那当然了，都走遍了。哎，澳大利亚去过吗？哎，那儿分社去过吗？我先问问你去过吗？我这当然没去过。你完了吧？我们都去过。妈，没带我呢。都去过。哦，首先来讲，我们的英文都达标啊。英文你会吗？我。Six 什么意思？告诉他，谢谢。六一六，这都是传统相声。英文、，dog dog 狗对吧？猪、pug pig pug。对，啊，这套啊，知道吗？啊、不，甭废话。正经的澳大利亚，你去过吗？不是山什么呀？你给我水什么呀？你给我说说，我听听。你看那山，山明水秀，而且哎，周围那风景非常的优美。哦，我就简单给你举个例子。嗯，澳大利亚的车祸你见过吗？老惨了。没。你那怼的，一个车打捏面来，一个车打捏面去，俩车砰撞上了，一个车撞报废了。警察来了，我是目击者，我跟警察交代案发过程。你不是受害者吧？现在我是魂儿过来了是吗？你还画着魂儿呢。那当然，警察过来跟他交代案发过程。嗯，阿Sir是王海的，哦，不，阿Sir警察呀，阿Sir， 万卡抗猛，万卡够，吐卡碰碰，万卡 over。不是这澳大利亚有人话吗？这个，所以他没去过。都什么玩意儿？这说这都是。你不说景物、食品，知道吗？气候，嗯、就是那动物见过吗？他，我动物园出来的。哎，不对，我动物园这跑出来的，辞职出来的，我不是跑出来的。说别闹，知道吗？动物，那澳大利亚有那袋鼠。对，有带来动物，牛、羊，这中国也有羊，知道吗？废话，羊也不是，就是羊年，羊叫 sheep， 知道吗？羊分多少种？澳大利亚那个羊太神奇了啊！是什么羊？羊能上树，各位，树就是 tree， 羊在树上吃树叶，就是 sheep on the tree， 咪西吹叶。那还有日本血统呢？你见过吗？对，哎，您这胡说八道了啊！那羊能在树上待着？羊在树上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想去澳大利亚，首先来讲有一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什么规矩？首先，羊上树，羊为什么在树上？回答上来，去澳大利亚，否则就在 China 待着。你知道吗？羊在树上，为什么？哦，知道吗？羊为什么在树上？就去澳大利亚这个啊？你不知道，不让去澳大利亚。他肯定让我问他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糟粕就开始了，你们听着啊。那个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我教你啊！哎，丑陋吧？孙老师给大伙儿一会儿发红包了，就算。哎，啊，你这个
这个东西怎么解释？想学吗？我想学呀、啊。远景重现，语言讲不明白，必须实际的演一遍。实际的演怎么演？哎，就在澳大利亚个农场啊，小伙子从农场走，一眼瞧见这羊在树上，很好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回家找他的父亲。哦，哎，他的父亲在里屋休息呢，把他叫出来之后，一五一十跟这个年轻人一说，他儿子当时就明白了。你明白了吗？对了，我明白，我成他儿子了。你看瞧这糟粕的玩意儿，这有什么用的？哎，就得这么问。哎，远景重现一下，我叫你。远景重现，我来扮演这个父亲，你来扮演这个儿子。来了吧，来了吧，啊，瞧着啊。哦，你扮演父亲，好不好？我扮演，我问你哈。哎，对。怎么问？有什么要求？你得问，你得说英语。英语。英语，姓儿的，你不会啊？谁姓儿啊？那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孙，那还不如姓儿呢。觉悟不错，你知道吗？他妈辈儿下去了。我教你英语，你跟我一句句学。英语哈。哎，我教你啊，就是英语，你发音要标准，舌侧音。就是说什么？舌侧音呢？啊，你爹呀！不赖他。你吃了呀？哦，就是你都吃饱了是吧？你们，这是澳大利亚吗？这个澳大利亚纯澳大利亚土语。啊，你爹，你吃了，我就出来，我就告诉你了。哦，就这问题出来了，那错不了啊。啊，来，行不行？咱来一回啊！哎，我在里屋等啊，我都等不了了。瞧了吗？这就是伦理根，糟粕。要我一叫他准出来准答应，你信吗？听着。爹呀，糟粕！爹呀，妈，剧场还真拢音啊！爹呀，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俺爹呀。啊，吃来嘞。怎么样？瞧怎么着的？占便宜吧。好开心。妈的绝活、啊。小二，你叫我呀。啊，我叫你。你叫我，你痛快不？我能痛快吗？我这么些人答应我能痛快了我？别闹啊！孙老师，啊、咱们有事说事儿。我这不是在你的占你便宜。哎呦，那您这是干嘛呢？我最讨厌拿伦理来开玩笑了。道貌岸然吧。真是，我这眼看三两句话你就学会了，你叫你不乐意，你心不成呢，重来。妈，今儿情人节改父亲节了吗？爹呀！哎，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我爹呀！啊，出来嘞！哎，这没拿你儿子吗？走，少咸肉啊！走。瞧见了吗？说相声有好人吗？尤其是德云社，下三滥的坯子。哎，原谅我吧。爹呀、啊！哎，你叫谁呀、啊？我叫你呀、啊。我是谁呀、啊？你是男爹呀、啊。我是谁呀、啊？你是男爹，你爱听这句啊。俺出来嘞！
你就这岁数还得出来占便宜，你瞧瞧，这都是我儿子呀！你快点，你就你这身体，你答应得了吗你？啊，你有力气答应吗你？真是的，你叫一个，我这，哎呦，还我叫一个，你都不敢叫的，爹呀！哎。跑我这儿治病来了，把这后台好几百人呢，我爹啊，王，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我知道你是谁呀，出来。我是谁呀？你是男爹呀。啊，出来嘞。我还上了一红卫兵呢，我还以为。你。叫！我等不及了，快叫！汪汪汪！啊不是这个，我叫！哎，回去！那我开玩笑。小孩，我今儿算是痛快了，爹呀！爹呀，不是开心啊，糟粕吧。我是谁呀？你是男爹呀。小二，你叫我什么事情啊？我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。啊，你听着吧，闲了没事我下来南乡。什么玩意儿这叫，你们听着，就这还出来骗钱的，你瞧着吧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有你事儿，这里头你美什么呢？啊，是我事儿，我喊半天了。你得哐当铃哐，一的铃哐，锣鼓家伙事儿。啊，锣鼓家伙事儿。当然了。哐当铃哐，你这什么？哐当铃哐，一的铃哐。哦，我这个啊。来。谁喊再来一遍？你来。听好了，你们跑这是听相声来，不是为了调戏我们，好吗？那就这句是正能量。别闹、啊！我容易吗？我身体操心心在汗的吗？闲了没事儿，我下了南乡。趟的溜趟一个溜趟，树木浪林长长了好。趟的溜趟一个溜趟，桃红柳绿多么好看。趟的溜趟一个溜趟，在树上落着一只羊。趟的溜趟一个溜趟，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屎上？趟的溜趟一个溜趟，错了，没有不趟个溜趟一个。这应该是哒哒滴哒哒。那我哪儿知道去啊？打打滴打打会了吗？打打滴打啊！来呀、啊！若问山羊怎么把屎上？打打滴打打。小你叫我什么事情啊？我那个羊怎么上的屎啊？哪个羊啊？捏个羊啊？你他娘的傻小子！怎么呢？那是我包上去的。这去你的吧你！走！各位瞧见了吗？传统相声就是这个样子，伦理跟有意思吗？谁问你们了？这还不算什么，这就是精神上摧残，还有肉体上摧残的相声。有叫那个打哏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拿扇子打这个捧哏演员的脑袋。我们这扇子都是做过这个技术东西的，烤一下散，打完了不疼，就有技术还。这没做的，就是打开，哎，打哏，还有这种节目，也是摧残这个相声演员这个身心健康。有一段节目叫这个口吐莲花，对，口吐莲花，我不是你们各位听过吗？这都没听过，你们买票干嘛来了？没听过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儿我豁出去了，我批判他们到底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后台出来喘气儿。郭德纲徒弟啊，孔云龙最结实那个，给大家拜个早年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都是后台教的，感谢，非常的高兴啊！今天能跟孙越孙老师站在一块儿，非常的高兴，确实。哎，行，去过澳洲吗？
没去过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澳洲都没去过。你去过？新，我当然去过了。哦，新鲜事多了去了。什么事儿？你是没去呀？啊，你告诉你，你说我去什么去？我没事就瞎逛，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。是什么事儿？那个树上有一只羊。哦，说你知道吧？你啊，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爸爸告诉我了啊。这人家甭来这套，这是开个玩笑。我还开玩笑，这是跟你开玩笑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个你听说过口吐莲花吗？听说过吗？啊，咱演过呀，澳洲啊，对不对？在澳洲演，观众朋友都特别热情，特别爱听。来劲了吧，来劲了。澳洲，我跟你说，明年还得去。明天还要去澳洲，明天澳洲的观众朋友还喜欢听那段单点，就是这段。哎，谁要是会演，谁就能上那儿去演去，你知道吧？明年，明年，谁要是会演，谁就去。哎哎，你知道？哎哎，你啊，我会啊。你会？我这我行。你行吗？行，澳洲我去一趟。你真行假行啊？我真行。你别说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来一回。猴子莲花成不成？行啊。猴子莲花，来一回。认真负责任，那是来，听过口吐莲花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得有锣呀，锣得有，锣知道吧？老白，我一说没锣，他打我这脑袋，你信吗？嘿，这没有锣呀，找啊，找东西代替也可以，找什么东西代替啊？拿你的脑袋呀？你怎么样？哎，拿你的脑袋代替打这个。还得有锣锤啊！哦，锣锤打锣用的，还得有锣锤。那是的。哎，锣锤那哪个？哎，哪位带斧子了？哎，去玩去。我明天还去澳洲呢。也是，拿锣，拿这扇子代替吧。啊不，那这个，这还松快点。是吧？啊，这行，这，这可以。我是不是拿错？就来这个吧。就拿这东西代替，成不成？罗锤哈，这是罗锤，啊，这就是锣，啊，咱们得请神。我就学罗音是吧？得。哎，对呀。罗音怎么？通。哎，拿嘴学。你看没忘。哎，没忘。就是你迟到罗明。嗯，跟我说跟我学的一样。行啊，来啊，开始啊，瞧瞧吧，万恶。一二三，2 2 3，通通，怎么样？哎。怎么样？两下不行啊！啊，不行！你这锣不行，没吃饭呢。我吃了。人家观众朋友都没鼓掌啊。这个环节你忘了吗？观众朋友得鼓掌啊！打哎！你们不能诚心不鼓啊！一二三，2 2 3，哐哐。听不见呢，哦，听不见，那爸爸怎么听得见？都什么人呀？你们都是丹天气得足啊！我丹天可以了，我都天然气了，我都快。来，一二三，2 2 3，哐哐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好，我就是激溜的，我这。您诸位也是疼儿女的人呢。那是，哎，没了，一二三，2 2 3，哐哐。跟随师傅上茅山，哐哐！茅山有个毛老道，哐哐！师傅对我把一传，哐哐！教会了徒弟整八个，哐哐！道有七位成了仙，哐哐！因为我太笨没得到，哐哐！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，哐哐！下的山来无事干，哐哐！变个戏法大家观，哐哐！先变个狮子滚绣球，哐哐！再变个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！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，卷帘，哐哐，帘，行了，倒卷帘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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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莲花在哪里？试试锣，走，试试锣打10000多下的，万的不试锣也不成啊。我好，这真玩了命打你！没有水呀，刚才说了口吐莲花嘛，对不对？得喝水。对呀，得喝水，这个莲花它才能出来呀。早说呀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给你拿去。哎，你有水呀？没有水你怎么变？你上澳洲还得演出呢，你对不对？大水莲花喷出来之后，围着剧场转一圈，让诸位都得瞧真着了。你没有水你怎么变？对不对？
把水得拿来之后，我得当诸位的面喝下去，对吧？让你看清楚了，这也有水啊。嗯，好，有水是吧？行，好多水碎。嗯，好多水碎。怎么少了一口啊？啊啊！你看出来了，不乐意了。哇，我说我干不乐意，我就吐回去。啊，你拉倒吧。你太恶心了，满瓶现在有水，现在就行了。啊、行哎，这我、哎、我卖不力气。哎呦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卖不力气、嗯。但咱俩说良心话啊，我可没你结实。你瞧瞧，不是 你对你自己得有信心的。我没有信心了，我现在、嗯、我锻炼呢。我不是锻炼的事儿，现在行不行？我开下力，你开摩托。哎，不行，凭什么呀？你在这儿，哎，这么着啊？嗯，咱就是，嗯，你说请神接仙不是念咒语吗？对呀、啊，用这锣嘛。啊。咱这锣我自己来行吗？自己来。我自己打。你得卖力气啊。废话，我能不卖力气？请神接仙，神仙可都喜欢实在人。你要不卖力气，你要偷懒，神仙可请不来。我能偷懒吗？莲花是出不来啊。废话，我能偷懒吗？你让诸位得见证。哎，听着，听你瞧着、嗯，看用不用劲啊。嗯。哐哐。啊。听不见。啊，上凡。嗯。哐哐。啊。没动静儿，你看，动物园大象都听见了，还没动静儿。哐哐！我今儿真不知道你是带家属来的，我告诉你吧。行，今儿可能是我封箱。这话倒对，哎，今儿你就封箱来。啊，行，你来这个，我来这个，我来这个。哎，没有，干嘛还双打是怎么着？这卖力气，我自己来，来啊，嗯，哎。一二三四五，通通；金木水火土，通通；要得戏法变，通通；还得抓把土，通通；一请天地动，通通；二请鬼神经，通通；三请毛老道，通通；四请孙伯龄，通通；五请桃花女，通通；六请老济公，通通；七请猪八戒，通通；八请是唐僧，通通；九请玛利亚。通通，十请苍井空。通通啊！打我干嘛？早该打你了。打我干嘛？早该打你了。啊、玛利亚我都没拦你，我告诉你。你拦我干嘛？废话，啊、我还以为是那个超级玛丽的玛利亚呢。我一听苍井空出来了，和他同事啊、嗯。啊？你知道不老少的呀你？废话，跟你师傅在一起能不知道吗？你看看，跟你师傅一块儿看过。你不废话啊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孔老三，孔老三，我告诉你啊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玛利亚苍井空，那是神仙吗？啊？那是多少男人当中心目当中的女神呢？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不是衣食父母，这都认可了，哪家没有几个 T 呀、啊？嗯？那不是女神呐？这是不是得请？哦，这请哈、啊？那当然了，女神呐，人可不都就得请啊。哦，女神是吧？那可不是。哎，接着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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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接着请啊！干嘛别接着请？你打断了怎么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打断了怎么来？那苍井空，对，那诸位都打头来吧。诸位都听着。把啥还没说呢？嗯，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 啊，在这我请神的过程当中、嗯，不准打断我，你要记住这一点。哦，还不能打断你？不能够打断我的思路。知道吧？我已经跟神仙都已经连接好了，你打断我全完了。哦、那我不说话行吗？我一句话都不说。哎，一句话不说也不成。怎么着？我告诉你啊，什么时候你看我把水喝下去，骑马蹲裆式，叫丹田俱乐会元气，舌尖一顶上牙膛。这时候刚要喷还没喷的时候，啊，有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要前腿弓，后腿绷，抱拳拱手，叫我的法名。什么法名？法名。那法名是什么呀？姓把。啊，得单字一个拔，您叫爸爸、嗯、叫拔，拔河的拔，知道拔拔，哎，这就是我的法名，叫出来知道吧？哦，大方方让出来。各位听见了吗？伦理根吧，嗯，出现了吧。哦，我这么就一叫你就，哎，直接就喷出来，这莲花就出来了。嗯，行，好不好？行，来、啊，您请啊，请神 啊， 啊，
一请天地动，哐哐实景苍井空，哐哐麻利的吧啊！早请早到，哐哐晚请晚到，哐哐如若不到，哐哐铜锣相交，哐哐净水泼街，哐哐黄土垫道，哐哐萝卜茄子，哐哐土豆山药，哐哐一块钱一堆，哐哐嫌贵你别要，爱要不要你们，哐哐厕所收费，哐哐尿尿五毛，哐哐嫌贵你别尿，哐哐憋得你转泡，哐哐今天人来的不少，这哐哐全都满了，这哐哐你看头一排你这再折上吗，这都哐哐这都是咒语，这别捣乱啊，这吃的是不是爆米花，这哐哐是不是爆米花，哐哐我不要，这你先吃一口，哐哐你吃完我再吃，哐哐甜吗，这你管都管不着你，天也不早，这哐哐人也不少，哐哐众仙来到，哐哐众仙来到，哐哐众仙来到，哐哐仙来到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哎你给我留一口，哎真垮了，爸爸你倒是喷呐，爸爸你倒是喷呐，把气水进耳朵了是怎么，爸爸你倒是喷呐，无所谓斗士，我今儿跟他们喝上了，瞧见了吗，又是打人又是伦理，最后还拿水喷人，糟粕下三滥，这还不算，各位还有那个糟践传统艺术，里边又有伦理又有打哏，还不说人话的这个节目呢，有这么块节目不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，叫五坠子，知道吗，你们知道该多好，这是有计划的，我们这后台还真有一个唱五坠子的，我给你请出来啊，您看看这活能不能听啊，来来来那个五坠子那艺术家我出来，您节哀，那撤，再来啊，会吗，会啊，不是五岁拉弦吗，对这做科学的就这，来来来来，哎呦斩斩青天不可欺，哎哎哎有人话吗，你听听，张飞何端当阳秋，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今天逢祥人不少，什么玩意儿，这不全是废话吗，我今天唱一回坠子手，不嫌血兔甭刮雕字横眉凶儿，回这是叫我呢，回回，哎我告诉你我不答应准答我你信吗，回，哎我就不答应，回我这不见的吗，我知道你喊我什么，我叫你，哦就叫我怀啊，对你也得叫我怀、哦、我叫你怀，哎哦咱俩都怀啊，对指不定你怀的是谁的呢，那是怀怀，把弦子拉起来开始唱一回坠子书啊，一呀嘛嘿呀，你怎么抬手就打人呢，五坠子嘛，哦这就开打了，你还想等多呢，哦这就开始了，拉弦儿吧你，哎来来来来，哎开始了，
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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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五坠大街上演出等打零钱呢，哦，新唱要罢了钱，哦，要罢了钱，然后呢？书归了正啊，哦，这就开始唱了。你以为呢？我还以为拉响了，哦，你快点啊！哎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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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要罢了钱，书又归了正，他管拉呀，我管唱啊，恁了管听啊，这不废话吗？这不，您这是什么词儿啊？嗯，我管拉，你管唱，他管听，废话，我不拉你不唱，大家听什么呀？对，我不拉你吃什么呀？哎，哎，跟他爸学不了好啊，哥。嗯，哎，不是，您这都是废话。你说废话？对呀，废话对了。怎么呢？五坠子唱的句句都是废话。哦，全是废话。对了，那您受不了，给我们唱回废话的吗？哎，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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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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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问我今天我唱哪一段儿啊？还没谱呢。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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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爱听文来爱听武，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，爱听文的那不会，爱听武的我怎么学成，半文半武我唱不了，苦辣酸甜我全都不中啊。别唱了，这什么闲儿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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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是方才唱的本是响马转呢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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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还有半段我没有唱清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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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是方才标的本是何人登，登标标八爷笑落成啊，标标八爷笑落成啊，标标八爷笑落成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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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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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都砸了就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这干嘛这玩命？我拽的快拉下来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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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，这个罗八爷呀，走走走走啊，这个罗八爷呀，哥哥整整整啊，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买不就出了正厅啊。你给我歇会儿吧你啊。啊，罗成罗一哥俩呀。那怎么着啊？那爷儿俩呀。爷儿俩。爷儿俩拉弦儿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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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，这个罗成好拜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，拉皮儿了弦儿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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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，这个罗八爷呀，走走走啊。列位着重听我这一句，我还有这一句呢。罗八爷爷俩迈开八条腿，你等会儿吧。爷俩这都是人话吗？怎么爷俩两个人四条腿？对，四条啊。怎么八条腿？四条腿。你怎么说八条啊？对了，谁说的八条？这不你说的吗？你说的八条。你们大伙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说的。我说过。是的，就你说八条腿。我怎么说的？你说的，一人迈开了八条腿。怎么了？怎么？你说的。怎么了？你。几条腿呀？恁说几条是几条呗？几条腿啊？八条腿。唱，唱唱，打会得了，打会得了啊！过分了！这都什么配置？这都是。来，继续拉弦。啷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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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这个脏脏脏啊，连人这个带马八成上啊，那马上就去吧，那个拉弦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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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若问这马，哎，那脏脏脏脏脏啊，哎呀，那脏脏脏脏脏啊，哎，脏脏脏脏啊，你躲开我这，起什么腻呀，跟我这。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，哎，他上去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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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这个罗八爷呀，噔噔噔噔噔啊，忙向这个怀里这么一伸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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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忙把法宝举在了空啊，什么玩意儿，喊法宝，回家
我还是爱我们村长。